兵贵神速哦！1949年10月21号，才命令胡宗南兵团呢、抽调6个军进入四川了。对，感觉起来已经都太迟了。对，太晚了。不过呢，老谭一开始不是说胡长清有太行山的经验，率领45师打过敌后的游击哦。也就是说，这位最后壮烈殉职的黄埔四期胡长清将军，并没有发挥这个作用。有关大西南的这一段，我们之后会来做，所以我们这边不多提啊。那我们这集是以胡长清为主，所以可以看一下他的家书，就比较清楚胡长清他那个时候的困境。那我们前面提到，1949年9月10日，胡长清是从陕西汉中寄信给人在台北的妻子，告知老长官胡宗南，问他愿不愿意再接军战。他说，既然来共犯难，就只有再拼命再干一下。到了9月28日，胡长清他的家书是发自于四川北部的三台县，他提到说，他的69军都是新成立的，没有历史基础，人员都是凑合的。到了11月26日，他从四川三台寄出来的信说，这次在川北抗防务啊，有些部队还没有穿棉衣，我们只有一切忍耐。之前还希望说妻子可以来一趟，他说现在四川的战事吃紧，一切的军师长的家眷都送到台湾，如果来了以后恐怕回不去了，让我以后如果有机会再来台湾吧。这个书里面真的有非常多这种彩版的这个家书的书信在里面，是是是，非常多。那我们知道呢，他的这个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是，他其实带的是一支装备比较差、兵员组成较为一般的一个拼装部队。在史政局戡乱战史里面说，第69军呢，其实只有2个师的兵力，而且都是新兵，这样的兵力其实很难发挥战力的。那我们知道，11月30日，重庆易帜，国民政府迁到了成都，这个时候蒋介石下令黄埔23期啊，在12月4日直接毕业，有2800多名的学生哈、要计划撤到西昌，最后的结局其实也是不问可知。这就是成都军校的最后很少被提到的黄埔第23期。在成都要失陷之前，胡长清的69军呢被调来守备成都的新津机场，这是抗战期间非常有名的一个军用机场。他的任务其实就是掩护官员还有物资撤退，任务达成以后再朝西昌撤退。如果他想跑，他在守备新津机场期间呢，应该是非常有机会跟大家一起走。为什么呢？之后又朝西昌来撤退。成都是在12月27日失守。那在失守之前呢，国防部本来也是规划说，希望能够在成都平原进行决战，以确保成都。最后因为种种因素全盘变更，蒋介石也意识到不可为，所以改为说希望国军这个时候能退到西昌，撑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所以命令胡宗南要在西昌呢固守3个月，在西昌建立游击根据地。总之呢，整个成都保卫战我们看其实不管是什么书，是包括史政局出的等等，其实都承认是非常的混乱。解放军迅速这段呢国军进入西康还有进入云南的通路，导致在撤退中士兵还有重炮兵团罗马那些辎重装备，甚至是黄埔23期成都军校的这些军校生全部都聚集在一起，所以成都军校的最后一批的学生也是在24日就放下了武器。然后呢，胡长清烈士传里面讲，69军向西昌撤退的时候遭到的袭击寡不敌众，所以分道突围，到了西康雅安的护林镇，也就现在是在四川。胡长清在那里升任为第5兵团司令，兼任川康游击队总指挥。那他为了争取空运，所以也下令当地老百姓还有这些士兵赶逐护林机场，并且抢修渡口工事，防守大渡河。胡长清就这样到了西康，这才有了国共的最后一战。在胡长清将军，日记家书追念，这本书里面，有特别提到1950年的第一封信，他是从2月8日寄出来的。胡长清在信里面呢告诉了妻子，他在这个多月都是转战山中，艰苦备餐，遭到的共军的射击，总共有10多次，幸好都没有造成伤害。那现在生活之艰苦只欠一死，部队追随我的不到千人。生活之艰苦只欠一死，这说法道尽了无奈。对，到了第二天，他又写了一封信给妻子，里面有一首他自己写的报国歌，因为这是他准备再度自杀时留作遗墨的，他是这样子写。那前两句呢是青天白日下，正气性长存……自知入寒武，就是从我当兵以后，大小战术时，弹穿我胸脯，剿匪已抗战，提痕便中途。然后去下再宣城，自裁恨未已，
京沪线堪尽，部众为我随。报国虽有心，力量不能济，故前与战后。维持以明志，相信他的妻子收到信的时候，一定会止不住的情绪嚎啕大哭，这个是应该的。胡长清在1950年2月9日从西康富林寄出报国歌之后，他其实已经很明显看得出来他决心是非常强的。那为了要彻底摧毁国军在西康最后的残部，2月下旬，毛泽东向西南局还有西南军区发出了命令，要求立刻发起西昌战役。3月4日，解放军西南军区出动了2个师，分别是从川西还有从云南出动，准备包抄夹击。结局虽然我们已经可以预想到了，但是共军出动的兵力2个师似乎不是很多。胡长清虽然是第五兵团司令，手下号称有2个明军，还有69军，可是我们知道69军虽然是属于正规部队，可是只有2个师，而且都是新兵。他们为了要阻止解放军呢，也破入回桥，可是并没有成功的阻击，所以解放军在3月24日强渡大渡河。到了3月31日，在孟获岭一带，胡长清的部队最后只剩下3000人。在激烈的战斗中，这些残余的部队散的散，死的死，身受重伤的胡长清在满山遍野要求放下武器的喊话中，他在下午2点左右举枪自裁。我相信胡长清的一生至少有一次的记录，就是会想要兴起这种慷慨赴义的念头。对，到了2月的信，他又写了报国歌，应该是说他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一个人哦。但是他怎么样会知道说这个最后的结局是什么？他制裁之后，外界一直都不知道讯息，一直到了1950年5月，胡长清的一位随从副官才从西昌秘密的带了一封简单的信给胡长清夫人。之后胡长清的部下是一位师长叫王伯华，也辗转逃到了香港，才把这些经过说了出来。我们从上面听下来，胡长清真的是黄埔四期的一位传奇人物。其实黄埔四期那个时候在大西南也有烈士的其他人物，除了最著名的李弥之外，还有像是黄埔四期的罗烈，他骗过的验尸官逃了出来。在黄埔军魂里面也有提到罗烈，罗烈呢还一度进入了忠烈祠，因为他后来回到了台湾，所以又被请了出来，是很特别的。另外比如说像是做过伞兵司令的顾宝玉也是很有故事。黄埔四期处处充满值得回忆的这些传奇故事，老谭呢是从胡长清说起，国共两边的这个黄埔四期的奇才都已经带进来。老谭虽然说呢之后要做大西南这一段，但这一集有没有特别的想法？我觉得大西南战役特别是重庆成都这一段有时候让人搞不清楚说国军那时候是到底在是怎么样打法。那我们知道那个时候解放军呢打得如此之快，其实还是一样，就是跟之前的打法差不多，就是在运动战中歼灭对手的有生力量。像运动战就是我们前面有提到的是黄埔四期段德昌他所最先运用的，所以他列为36位的军事家之一。那另外像曾中生他是游击战，他的游击战的运用也非常的巧妙，这些都后来被毛泽东给发扬光大。现在我们这集播出的时候呢，其实两岸黄埔校庆的相关纪念活动也都分别举行了。回到历史，黄埔的每一期其实都有出众出色的学生或将领，真的是我们读也读不完。对，不过呢，老谭这次是用胡长清的故事一方面带出四期同学们的成员之中有这些非常出类拔萃的人物之外，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他还是继续铺垫这个大西南的这个国共最后对抗但是呢，其实他还有最重要的这个山东战场的部分那也希望呢，这个好朋友们呢，给继续给我们鞭策跟指教。那我们在这边呢，最后也是要感谢一下又有新的会员朋友们加入请大家能够继续支持。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边。台民读新闻历史汇流处，军事是故事的主战场，只取一瓢饮，结合军事历史跟人文的节目，欢迎大家呢在 YouTube 上面给我们观看，在底下跟我们留言交流。另外呢，你也可以使用 Apple Podcast 收听，欢迎大家呢到 Apple Podcast 上面给我们留言跟5颗星的评价。